殿下，这是最近甄选的女子画像。放着吧，本王都快看乏了，千篇一律，简直像是鉴赏画师的技艺。诺。左卿，本王说的可对啊。正是，这些画师都是沽名钓誉之辈，整日在凡间造次。殿下您选的是美人。 可不是这些人。看看吧，替本王审审。这莫非是？殿下竟然有这样的画？画师是谁？啊，殿下，这画呀是公子奇画的。这公子奇早年在黎国出现过。 是一个懂点丹青音律、喜好美色的散仙。公子奇，倒是有所耳闻。你们见过吗？未曾见过。传闻这公子奇喜欢出入风月场所，故不愿抛头露面，天天戴一个青木面具，终日抚琴作乐。 来世的仙人，殿下可曾认识他？ 自己。